你好，打扰一下，美女，就是我想问一下，这附近有那个商店吗？有，但是这里很偏僻，所以就很远的地方才有。哦，这么大头牛！哎，你是干嘛的呀？我们就是记录乡村生活的嘛，就是那我可以去你家找点水喝吗？我不是话，我可以给钱的。没事没事，你跟我来吧，可以可以去我家。真的吗？可以的。我们家就在前面了。哦，真的，这是水牛啊？对。哦呦呦。它脚特别大。你好。是你爸爸？啊，叔叔，来你家喝点水。好好好，是来听的。一点点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啊，谢谢谢谢。我妈问你们吃了没有，吃饭了没有？阿姨，我等一下要下这里面去，我在镇上吃啊，看看看啊。来，妹妹，你干嘛？阿姨，给你们杀了这鸡吧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哎，没事没事。你阿姨，没事没事。我真的，我们就随便吃一点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就随便就给你们杀阿姨。哎，可不，过来那吃饭过来。没事没事。他说就比较给你们上啊，我们就你们平时吃什么？就我们亚哥亚哥吃这样了，可饱了呢。妹妹，哎，没事的，真的真的不要弄，我们就随便吃一点啊。没事没事，就随便给你们上。你们这样子我真的很不好意思。哎，没事。阿姨，阿姨这个过够了，那就更能可不吃这样了。对对，他说就本来就是想给你们上着吃嘛。嗯，啊，看看看，阿姨。亚哥，亚哥，阿姨，阿姨，谢谢你啊！所以你准看是啥的？哦，亚哥，亚哥，没事，他说没事的。阿姨听不懂啊？对他听不懂。哦，听不懂了嘛是？妹妹，就怎么称呼你？我叫寂寞妹妹，你可以叫我寂寞。寂寞妹妹啊？嗯，对对对。那你今年多大呀？十九了。十九？嗯。你没上学吗？还在上学呢，前几天才回来。才回来。对，因为在成都那边做兼职，春节嘛，就工资就会高一点。嗯，你还就是勤工俭学啊？对。哇，你好棒啊！这生意是你的家吗？阿姨。好，拿出来，就你俩，咱们要给你们两个煮腊肉，就不不不用了。那你阿姨，听我说，我们不用。亚哥，他说你听不懂，他说他必须要煮的。不是，但是太多了，两块吃不完。就做一块嘛。我给他说一下吧。阿姨，我们做一块好不好？就自己做，自己赚啊！你就工资咋多？啊，够的了，算不着。一块就好了，一块就一块。他说多了没事，少了就不好了。一块就一块，那拿回去，拿回去。那就那一块嘛。他说就简单喝喝水啊，只知道妹妹他们这么好客，然后不买东西呢又过意不去，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东西，我们去看一下，然后给他们买点东西吧。啊，走。我们这边热情好客，我们怎么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真是，没有，我不好意思。那就，阿姨，我是我不好意思啊！你看你们这么善良，这么热情好客，对不对啊？那我就啊，你们浪费钱了。没有，我看不惯，没有。你是这里面老大吗？不是，我是老三。老三？我们兄弟姐妹有五个。五个、啊？对，我有两个姐姐，然后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。那应该姐姐都结婚了啊？我的两个姐姐结婚了，然后现在是我弟弟和我在上学。上学？对。那妹妹没上吗？妹妹她去打工了。打工？对，她因为我们家兄弟姐妹本来就有点多嘛，然后。爸妈也没文化，然后年龄那些也有点大了，然后妹妹就去打工来供弟弟我们两个上学。供你们？对。然后我爸爸都是前几天才回来的，因为他在工地上班嘛，然后由于年龄有点大了，然后那个工地的老板就不要了嘛，他说年龄太大了。
58、59岁了就不要他了，所以他前几天才回来。就是那个年纪大了不要啊？对，年纪有点大了就不要了。小朋友，你多大呀？嗯。能不能给我看一下？啊？没啊。没啊。来，哥哥来喝喝杯水。喝杯水吧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没事。开什么？啊？你什么时候开学啊？我差不多23号。23号。对，23号。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呀？我是艺术生。艺术生？就是、那个跳舞吗？不是，是弹钢琴的那种。弹钢琴。嗯。那有没有钢琴？有个电子琴，有，那能不能给我弹一弹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啊啊！你平时弹吗？平时很少弹，等一下还没按这个。我怎么？我听说这个。我听过那个不要怕，对不对？对，吉克隽逸的歌。哎，哥，吃饭了。吃饭了。快辛苦了。没有没有。哎呀呀。我坐那里，我听好的。腊肉，闻着好香啊！阿姨，妈妈吃，辛苦了啊！咔嚓嚓。没有没有。嗯。那吃这个，这个吃这个。给我自己讲。吃这个吧。谢谢节目，谢谢节目。然后鸡肉的话。没有，我自己讲啊，行吗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吃吧吃吧，都吃点。谢谢谢谢谢。哥吃外啊，节目我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家里面也没什么，怕你们吃不惯。哎，没有吃得惯啊，吃惯了。除了今天麻烦你们了。不麻烦不麻烦，就吃个饭嘛，有什么麻烦？谢谢啊。没有没有。节目啊，那我就先下去了。哦，可以可以，你先去下去。哎，你要去干嘛？哎，三三不吃品都不忙，他说拿瓶水，路上喝一下。谢谢谢谢。哎，三三不忙。好好好，行，那就麻烦你们了。啊，不忙。不用说了，不用说，不用说。三三不忙。好，回去吧。你们路上注意安全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拜拜拜拜，再见。